下班了，今天单位有事儿，回来晚了。妈，你那整啥呢？咱都买点嘎了，嘎子才不好吃。嘎了肉啊？嘎了肉。炸完之后搁清水好好洗洗。电饭锅加上水，放葱姜、料酒，盖上盖儿，电饭锅煮一个小时。辣椒也完了，再两个辣椒炒嘎了。那嘎了肉得呼了得有一个多点儿，好吗？一个多点儿，我今儿呼三，呼三气儿，我才把电饭锅整。辣椒。辣椒也不好，秧都倒了。这嘎了肉是真难煮啊！他们告诉我说煮的时候放一片驱冻片，我说可拉倒吧。你是不是啥也没放吗？就这么煮的？煮了两三个点儿。改一下刀切切，切点葱姜蒜，倒点豆油，再放点荤油。炒嘎了肉放点荤油比较好，葱姜蒜炒香，放十三香，生抽，少放一点点老抽，嘎了肉倒锅，大火扒拉，沿着锅边淋点料酒，放尖椒，嘎了肉给炒的稍微干巴点儿，出锅前放蚝油，放俺家这大粒盐调调味儿，调好的料汁儿，一勺生抽，两勺糖，三勺醋。里边少放点盐，煎好的荷包蛋到锅里，均匀的裹上汤汁儿，翻炒。出锅前撒点葱花，妈，这面挺大呀，多新呢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打开打开打开，你跟妈你仨吃吧。别整别整啊，还没长一手样子，就是别整啊，六斤这个。哎呀哎呀我去，真有劲儿啊，好不好？看看几房肉。哎呀，臭不臭？臭不臭？不需要我老舅，不需要你老舅，你自己就能弄开啊。老这个倒，哥，给姥姥，让姥姥吃，姥姥爱吃榴莲。这是哥。嗯，好。有点馋大。吃吧。这俩小馋猫。到谁馋猫也不腻。来一个这个糖醋荷包蛋，这个是我的最爱。我说我老弟能爱吃这荷包蛋吗？那嘎了肉怕你不吃，完了特意给你俩整点这个荷包蛋。多吃点啊，都吃饱饱的，然后一会儿出去运动，打羽毛球。我让我，你为了我吃这碗东西，对啊，所以说不能剩饭啊。米龙谁演的？米龙。谁演的？作者是谁？李湘。